大家好，我是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林永清。目前国际疫情依旧严峻，入境时如果身体不适，请主动告知检疫人员。入境后请落实居家检疫措施：一、留在家中或住宿地点，不可外出；二、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状况，如有疑似症状，请联系各县市卫生局，不可自行就医；三、家中如果65岁以上的长者、6岁以下幼童、慢性疾病患者或没有个人专用房间及卫浴设备者，入境后必须入住防疫旅宿。最后提醒，不论居家检疫者和家人，都要勤洗手，避免触碰眼鼻口及做好咳嗽礼节。居家检疫期间外出最高会被罚款100万元，千万不要以身试法。
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投资的制胜关键，买进未来的机会，再拼人生高峰，请直播02-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。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全球财经台 APP 直播选播，随点随看，财经资讯一手掌握。搭乘捷运照看不误，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
全球财经台手机 APP 线上看 ，Android 手机点选 Play 商店，搜寻全球财经台，下载全球财经台 APP， 安装完成进入全球财经台页面，直播电视随点随播。Apple 手机点选 App Store， 搜寻选取全球财经，下拉寻找全球财经 APP， 按取得，自动安装全球财经 APP， 安装完成，手机萤幕产生全球财经图示，点选全球财经图示，进入全球财经台页面，立即收看大师解盘，赞赞赞！咨询电话02-2999-2939。投资的制胜关键，买进未来的机会，再拼人生高峰，请直播02-8511-3366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。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-8511-3366，顶业投顾。拒绝所有烟品瘾害，所有烟品 don't get out。我拒烟，我骄傲。